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好的。他们都是同一个学院的，或者他都是大学生。A 组是 B 组，然后我看一下细看一下 A 组 ，A 组它是汉色 ，B 组汉字，然后他后来，然后他一进入大学之后是国语班合并，一起上。薪水开始，嗯，
是东方组右边校友的东方组右边校友的大学的学生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中国人Thank you.
说你好像高中。六分，六分，大奖，以上三队打进入决赛。